定的焦糖布丁脆片雪花冰，基底是牛奶，一个是奶茶，茴香牛肉面。OK， 又到了我的吃播时间了。我现在来到了职人丁，他都卖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哦，像是那种涂鸦罐啊，象棋的战棋模型啊。结果我竟然来逛市场，他的市场超好逛，也超多吃的。的一些地方，然后他们的市区我们还没有来过，然后今天就想说特别从高雄这边绕回来，因为刚好最近在高雄。好新鲜哦，每次到一个没有来过的车站，就是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。那如果前站的话，就是这边。他们这边的导览图啊，其实写得很清楚，就是我今天打算从前站出去，然后一直往胜利新村这边走，然后中间有一间小吃店我想要去吃，然后胜利新村附近有个豆花店，然后就先往这一条先去走走看，自由发展。对，我现在在屏东市，第一次来屏东市，没有错。我赶紧去吃东西 ，Let's go。一出来其实就是屏东转运站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些就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些商场，然后附近一样嘛，就是很多计程车在等，然后火车站附近的圆环。可能是平日的关系吧，路上整个都没有人，超级无敌空哎，太夸张了。然后我刚才从那个高雄火车站，哎呀，先过马路。我刚才从高雄火车站那边坐火车过来的时候，火车站也没有人。其实我出火车站，我第一个感觉是整体觉得其他规划的很好，就是火车站附近规划就是很漂亮，因为像是那种新竹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火车站一出来，然后它是有种伪古城的那种概念，然后。基本上看起来都是有在维修，然后有在维护，所以整体来说很干净很舒服。我兄弟，屏东的公车站长这样。哇哦，唱完离港干线，走到我今天要吃的午餐了，茴香牛肉面。它在一间书局的里面。先来素焗，我来吃牛肉面，好，素焗牛肉面超酷，它很酷，它是开在那个素焗里面，有点像是那种森林素焗，然后就是餐具，像那种，然后里面是全部人坐在里面吃牛肉面，然后没有人看书，都在吃牛肉面。OK， 又到了我的吃播时间了，好饿、哦。好，我鉴定过了，它无雷，很好吃。然后，因为有些红烧牛肉面，它吃起来是你可以感觉到它那个汤虽然也是浓的，可是它里面就是会有种水水的感觉，就比较又浓又稀的那种。可是它的汤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，就是它都是很原汁。然后你可以喝得出来，它就是不会有那种稀释的感觉，稀释感。然后面条也是很 Q 弹、很软、很好吃。然后牛肉也是瘦肉，不会煮得太硬。果然是蛮推的，因为我看好像蛮多人都来吃这间火车站附近的东西。再来第二站，我要来胜利新村。非常多日式建筑的那种感觉，
然后它蛮像那种秋托糖厂，或者是那种台南的关田的八田羽翼的那种日式建筑的风格。然后它这边就有很多那种小店，不管是咖啡厅、小吃店、小吃店吗？咖啡厅、轻食餐厅啦，很多冰淇淋什么的。看一下，它圆形超大的。来了，我点一个焦糖布丁脆片雪花冰，然后他说他是有两个基底，然后他雪花冰一个是基底是牛奶，一个是奶茶，然后他这两个都是他们店面非常推荐的商品哦。我看一下问题，试试看有没有厉害，这布丁哦，真的很焦糖，真的很焦糖，它的焦糖是真的蛮焦糖很甜的那种，然后配上它的玉米脆片，很像那种早餐那种加牛奶那种麦那种脆片，然后融合一些焦糖的口感，很绵密。那它这间店是就像网络上啊或者是电视上时尚玩家这种你去查，它是它都是有上过电视的，因为它店内是有就是这些名人来过店找访的一些签名啊。这间店其实那它也是普遍打的评分的五星级的商家哦，很厉害，真的还蛮好吃的，它价位还蛮平价的。像这一碗，它其实说大吗也不大，可是说小其实它也不小，它是一个中间的 size， 大概是80块，很值得来尝试一下。然后它店内也有除了冰品以外，它有卖像是下午茶、鲷鱼烧加咖啡的套餐，然后有卖它还有卖拉面，很跳通的，还有卖拉面。我现在来到了职人町，它这边就是几乎看起来都是老建筑改建吧，然后它每一栋大概都是有3到4层楼，然后它每一层都有一些很特色的店，它都卖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哦，像是那种涂鸦罐啊，然后那种象棋的战棋模型啊，然后它也有咖啡厅，然后它就是卖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不是那种一般般的，超酷哦。经过了一间黄昏市场，刚刚有看过，结果我现在来逛市场，隐藏版。我的天啊，它的市场超好逛，也超多吃的，超便宜，什么米粉啊，30、20，我的天啊，这里超赞。虽然平常它没有像是就是像 GoShare 或 Iron 这种，可其实它也有他们自己在地的脚踏车P-Bike， 那很方便，就是不管你是用信用卡还是 iPass 都可以去就租借，那费用也是非常的平价，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市民骑观光，然后长得就很像 U-Bike。 那我教学就是一样把卡放上去就可以了，然后还车就把车直接放进来，不用再过卡，然后他其实也可以用信用卡借车，或是你直接放 iPass 给你